爱打棒打打棒球而已啦。嗯，这也是喜爱运动的年轻人。对啊，他有在平常有在吃西瓜。耶、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以及桃园分局专案小组，在109年4月8日到9日之间，检述天道盟太阳会桃园分会成员以刘姓祖贤等九人之暴力恐吓集团到案，那取获枪、空气枪、铝棒、开山刀、西瓜刀等等证物，经该集团多次以诬陷、恐吓取财、重利等方式向不特定人索取不当利益，遇有不从即聚众殴打，影响治安甚具，经专案小组收证完备，一举擒获祖贤，由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申请羁押，并经台湾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有效防止该集团继续危害社会治安。